东北人的普通话是全中国最标准的。你觉得你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废话。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口音？废话。那你一到十，你数一下给我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普通话二甲级别选手，怎么可能不说普通话？那你每个数字后面再加个个试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笑什么？多少啊？六个。七个。啊，然后。八个。八个。怎么了吗？这是普通话吗？那你要考点日常的，正常谁会考你说数字啊？那我最喜欢喝什么东西？果汁儿。果汁儿怎么了？果汁儿怎么了？汁儿就是一个普通的儿化音呢。那是玉米汁。玉米汁是玉米汁，但是普通话都是。你汁怎么拼的？汁儿汁一汁。对呀、啊啊，但是普通话就是汁儿。谁有话？你考点别的，你就英文。英文，英文行。嗨。Hi,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and you? 怎么了吗？有任何的毛病吗？我们从小学的都是英式发音，不学美式发音的。那你介绍一下自己，用英文。My name is Zach. 你呢？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breakfast for you to do? Francisco for the garden from the children. 嗯。Good guy。 哦，酷斯明显还是不觉得自己有口音吗？没口音。没口音。Good。 喂。抖音。